粉筐去。哎呦，刘冠岑，刘冠岑上空篮上飞了。哎呀，这是转换三分。这等于广州早早的摆小阵容，下了焦伯乔，上准名阵了。对，下焦伯乔，刚才在金培东没有，三分球三中零是吧？三分还是不进，四中零。多长时间很难讲，我觉得那之后呢，陈永俊也跟他说，也知道他脚上有。篮下是陈永俊去防焦海龙，谁？焦海龙，这边也提前下这个谁了，陶万林了。陈永俊强杀，真硬，高流可能都不做数了，他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调整状态了。他这一节没过二十。大明如此又顶了一下焦伯乔，一上啊，他就是要这个，就是说陶汉林一上，无论攻守，就都容易成为对。你说往底线赶，好球！人家那个中距离还是真有把握啊。老外线吉诺特，吉诺特因为歇得太久了，他歇得太久了。陈俊啊，奔筐去了。最后还是正面挡拆，最后万变不离其宗，还是就打这挡拆。到篮下，身转出来，看看陈俊俊有了，这调动这篮下就是三防一啊。好球，十分钟。关键这个阵容防守有问题，防守不行，他两个内线跟不上啊。26%的三分球命中率不用看了。这边直接反击了，上来之后打这几分钟一下兵败如山倒，兵败如山倒，要不你就别这么换了，换你换。这已经犯规了，那一下主要后场挡拆，你能在那儿加紧紧逼，罚得好，就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他这球要是正转，就是被接下来了。失去控制，比广州要多得多。对，无论攻守，张辉是，张辉啊，又犯规。这个比赛。没不可能都是2-0结束，这得犯规了，不犯规了，前面犯规，这次、这儿倒不犯规了，哎呀，然后到这个浪费20秒，浪费20秒给犯了，结束，多少暂停，换下陈俊。明明收兵啊！